整个桌子应声倒地，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赶紧起身往后面的椅子坐，面对国民党立委的叫嚣，故作坚定。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排案审查促转会预算，不过国民党立委主张促转会的正副主委必须由行政院任命，立法院同意，因此杨翠是非法代理主委。立法院院长、副院长都辞掉了，请你听要怎么办？通通用代理的，他总招去代理吗？要重选嘛。面对国民党的步步进逼，民进党立委也举牌，指称国民党是威权加害者。混乱之中，赵伟宣布开会，但国民党立委完全不给空间。他没有资格来当当当。担心又有冲突，杨翠赶紧把杯子挪开。眼看会议开不下去，赵伟只好宣布散会。我们就尊重立法院，谢谢。会不会担心下次来的时候还是一样？因为尊重立法院，谢谢。请大家让开。没事没事。好了，卖个公就没东厂啊，东厂事件已经结束了，好不好？东厂事件已经结束了，没有什么东厂。张天清们还没有清。国民党立委要求促转会全面改组，才要审查预算。张天清案重创转型正义招牌，不止预算案难过，东厂印象更是难以洗白。华语新闻江显东、廖文普、黄明诚台北报道。